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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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了啊？不是，你答应人什么了啊？老胡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次真是把我给吓坏了。但是啊，
关键是跟我王凯旋，我临危不惧，我当时跟明叔我就说了，我说你必须瞄准了给我打。瞄什么瞄呀？那孩子就他一个人，这万一遇到了什么怎么办呀？你先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哎，人家他们说的对呀、啊，这孩子万一有点什么呢？好像还真有点什么。啊？哎，我刚才在那船底，啊，感觉看见一怪物，个头挺大，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。我好像也看见了，有这么大一个，是不是海龟啊？海龟，要不就是猿。猿？猿什么呀？海什么龟呀？你们俩打什么岔呢？